真是谢谢你们，从来没遇过这么大的地震。地壳板块运动，我们住的地方只是地球上的一个小点，我们脚下踩的其实是地球最外层的地壳。奶奶，原来是你挖最后的沟。我的包！换我呢？算食物我最厉害。我们有七根芭蕉，每个人可以分到。啊！我只分到一根。开始。因为等母浪在旋转的时候，会有沿着转动轴方向的惯性来支撑等母浪，这个惯性与转动快慢的结合称为角动量。因为空气里的氧气可以帮助燃烧啊，丝线之间有空隙，所以能接触到很多氧气。原本的竹子只有一个表面可以接触到氧气，